为了儿子着想，我劝你学习喜欢上李晶晶。把新加坡那个房子卖了，在这边给你买个大的，这样子你们也有地儿住。我就是想把什么事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庄北跟他妈都快到楼下了，行吧，你先找吧。 你了，他当时听说我开工作室了，就过来看看。我当时速写本就放在工位上，他就随手拿起来一看。哎呀，每天都能见到他们，留着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。你能这样吗？那你要怎么样？他们一定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吧？ 每天都在骂我的人，我还好留着他们的照片供着吗？我得有多毒啊！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？